高低无量无边阿僧祇诸大海水悉悉令尽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末为微尘悉知其数如是念念次第常不废妄菩提之心菩萨若闻是语不退不悔欢喜踊跃勤修精进作如是念我得善利因我故令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众生永离众苦菩萨复作是念我当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普令众生离一切苦悉皆究竟无余涅槃然后我当成无上道好所以各位这一段我简单的白话念一遍但是你念大乘经典你就可以让自己发起哇我在学佛菩萨这么伟大所以我应该学菩萨发这样的心啊。所以菩萨成就如是精进怎么样呢如果有人说无量无数阿僧祇世界众生你菩萨能够为一切一切众生以无量无数阿僧祇劫具受无则大地狱，我就无间大地狱。每一个众生，你都替他受无量劫时间的无间大地狱苦。最后呢，令彼众生究竟涅槃，你做得到吗？复有无量无数阿僧祇佛出生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令无量无数阿僧祇众生受种种乐。啊，已经有很多的佛出生在这个。世间让所有受苦众生离苦得乐了那你仍然在受大地狱苦然后呢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你才成佛你做得到吗所以菩萨答言我悉能为尔所世界我一切我圆满可以为所有世界一一众生受无则无间地狱大地狱苦乃是所有佛畜生让所有众生都得乐了我那个时候都还在受苦只要有一个众生没有离苦最后我当成无上道这是每一个菩萨都要发的愿就像类似地藏大愿一样只是地藏大愿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又不一样地藏大愿比较强调他下地狱帮他们受苦但是释迦牟尼佛比较发什么我不是想我是替他们受苦每一个众生受一次乃是十劫的无间大地狱我都一一为他们受苦让他们都离苦别的佛度他我还在替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最后我才会成佛复有人言如若能以一毫滴无量无边阿僧祇诸大海水悉皆令尽啊所以就像这个无量无边的大海水你一滴一滴的让它最后没有这个要多长的时间乃至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都变成末为灰尘最后都变成灰尘了那总共有多少水呢总共有多少这个 灰末呢如是念念次第常不废妄菩提之心吗啊，就是百千万劫的时间轮回受苦你都还保持菩提心吗就是菩萨戒的内容菩萨若闻是语不退不会退转不后悔欢喜踊跃这就是我的生命勤修精进作如是力我得善力因我故令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众生永离众苦啊所以我永远这样不废妄菩提之心所得到的善根利益因我故是为了让众生离开痛苦菩萨护作是念后面这句话各位能够背了我当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普令众生离一切苦悉皆究竟无余涅槃然后我当成无上道那这个非常白话了无余涅槃那就是已经进入永远涅槃的快乐的状态啊，乃至安住在空性菩萨要有这个承担那最后呢他才成佛反过来我们再念一下
所以各位，这个《华严经》啊，太殊胜了啊！很多大乘经典，各位经常这个经名都听过好多次，你千万不要忘了整本把它读完，好不好啊？这些太重要了。念一下，《华严经》离世间品。佛子菩萨摩诃萨发十种普贤心，何等为实？所谓发大慈心，救护一切众生故；发大悲心，待一切众生受苦故；发一切施心，悉舍所有故；发念一切智为首心，乐求一切佛法故；发功德庄严心，学一切菩萨行故；发如金刚心，一切生不忘失故；发如海心，一切百净法悉流入故；发如大山王心，一切恶言皆忍受故；发安隐心，施一切众生无不畏故；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是为实，若诸菩萨安住此心，即得成就普贤善巧智。普贤的意思是永不退转，永远的精进，永远的行动，所以叫普贤。那不但如此，不但不退转，还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什么事情？就是救助众生都给他做得很圆满，叫善巧智。所以佛子就是说，发菩提心的菩萨都叫佛子。菩萨摩诃萨，然后不但发菩提心，各位还要思维空性，永不退转，所以叫摩诃萨。那所以大菩萨都会发出十种的普贤心，嗡三昧耶萨多梵。所以嗡三昧耶萨多梵就是具足所有这种普贤心，乃至普贤菩萨的功德。何谓第一个发大慈心？慈就是要给众生快乐，不让他受一点苦，所以要救护一切众生故。所以各位，我想各位每天活着，人家问你，你为什么活着？早上要去哪里？我要去救众生，就打卡了。上班是为了救众生，读书是为了救众生，救护保护还要保护他，不分别的所有众生。第二个发大悲心，那刚刚讲过了，什么叫悲心？承担众生苦，把苦纳在你身上叫悲心啊。悲心不是嘴巴讲的，悲心是一种你在烧，我被你，我代替你烧，你要下地狱，我代替你下地狱。所以要有承担，因为你不这样做，你断不了我执。我们现在不敢做，因为我怕痛，那你就没办法。所以你要各位要修到愿意，而且可以做得到，待一切众生受苦故，发一切施心，要只要众生有所需求，只要你有，你就要完全布施，悉就是完全布施所有你拥有的一切，满足众生的需要，发念一切智为首心。那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大布施啊，救护众生，承担众生苦，目的呢？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陀的智慧，这样你才能够圆满帮助众生。所以要发念，也就一切自智相应作意。比如说，各位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离开为了成佛的心而去做，但是成佛的心才能够真实的圆满的去普度众生，所以要念这个，不要比高比低啊，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做事，要用佛的思维。所以要求一切佛法，所以你要了解一切，就像一个医生好了，没有一种病你不会医啊，那是世间的医生，那是最圆满的。但是成为一个佛陀，没有一个众生你不会度，调御众生啊，所有众生你都可以帮他离苦，这样去追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再来发功德庄严心，所有功德要万德庄严，没有一样功德你不会或做不到。所以
要学一切菩萨行，并不是说我只学地藏菩萨，我只学观音菩萨，所有的菩萨道的内容都要会。甚至现在这个世间有很多做善事的人，那这些善行我们都要随喜，甚至也要去实践。发如金刚心，金刚就如如不动的意思，一切畜受身不忘失故，不管你投胎在什么样的环境境界，你都不忘失我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圆满佛陀的智慧而来。发如海心，一切白净法须流入故。所以各位啊，当然教授只要有一颗专精，成为教授成为博士，就像诺贝尔，他诺贝尔奖是颁发给某一样专项啊，但是菩萨不一样，菩萨是万法一切白净法，那白净法就是佛法利益众生的方法，与空性相应的，你通通要会吸流入啊，要这样去吸收一切，活到老学到老，生生世世学习帮助众生的方法，不要偏来中来派，只要能够帮助众生，就像我们办一个法会，从冷气啊、音响啊、灯光啊、时间啊、便当啊、排座椅啊、花啊，些你通通要缺一不可啊。发如大山王心，为什么？一切恶言能忍受故。各位，这个要先练习啊。所以你现在你要站在十字路口，每个人都来骂我一句，这样吐个痰再走。OK， 那你要接受，你要先决定好，你不能说哦，你怎么这样讲我？两个人在那边打仗了，变来变去了，那这没办法，有比高比低了。所以要像大山王这样如如不动，一切恶言悉忍受故。法安隐心，施一切众生无不为故啊，要让所有众生平安快乐。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予什么。那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那个福报啊，还做不到，但是你要观想佛做得到哦，满众生愿啊，地藏王菩萨的如意满愿宝珠，准提菩萨的满众生愿，那但是你要学这个发心，求佛菩萨帮忙去满众生愿，嗡夜愿啊，上普啊，哇子来吼啊，乃至呢，南无萨瓦达那格达巴耶比熊摩格贝萨瓦达噶乌格的音嘛，你要一直去观想满众生愿，跟念辨识咒，南无萨瓦达那耶朵上不来上不来，哇，这个无量无边的妙甘露，那么娑罗波耶无量无边的妙甘露水，那么波揭发地无量无边的药物啊，嗡贝亚夏瓦那耶说啊，哇，这个鱼宝陀罗尼，你要经常观想，你走到哪里都要对整个世界。就像我经常坐飞机，我天天念这个。我坐飞机啊，你要借这个机会，太好了！从东部飞到西部，经过大海、陆地这么多国家，然后你就要一直大布施这样观想啊，那你的心态就越来越纯熟了。然后佛菩萨再加上加持，那个地方就不断的改变。就像各位今天自我功德力、自我益乐力，用菩提心来清净所报关斋戒。来念普门品大悲咒，现在要读诵大乘经典，最后我们要把完全的功德能够普施给众生。再来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那你要了解一切，所以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所以各位不要放弃什么，跌倒生病看到什么，你都要善巧方便去了解 这本书这个花本体它怎么用啊？在善巧智怎么样插得更好？今天这个法表阿弥陀佛，明天那个法表地藏菩萨，后天这个花这个法表忍辱，你要表法啊。所以万法都是佛法，所以对外对内你都要能够了解。这个般若就是微妙甚深，能够帮助众生，叫波罗蜜，自利利他，究竟圆满的心态。是为时，若诸菩萨安住此心，即得成就普贤孝善巧智。来，当愿众生得普贤善巧智。对呀，班长者呀，
阿瓦波达那也说哈。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就光一部华严经能不能一辈子拿来修行啊？那你就很认真的这样去修行啊，也不是光一部，假设这只是一个比喻啊，然后你要参考各种的经啊论啊，然后我们要产生行为实践，叫戒律经律论啊，不是说光研究，不是做一个读书人学问，而是一种慈悲的实践。好，把它全部念完就下课了，念一下来。佛华严经离世间品，佛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大悲，不舍众生，待一切众生而受诸苦，所谓地狱苦、畜生苦、恶鬼苦，为利益故不生劳倦，为专度脱一切众生，未曾沾染五欲境界，常为精勤灭除众苦，是为不由他教，常起大悲不共法。佛华严经离世间品，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清净杯，何等为十？所谓无愁伴清净杯，独发起心故，无疲厌清净杯，待一切众生受苦，不以为劳故，无难处受生清净杯，为度众生故，善去受生清净杯，示现无常故，为协定众生清净杯，力竭不舍弘誓故，不着己乐清净杯，呼吁众生快乐故，不求恩宝清净杯，修结其心故，能除颠倒清净杯，说如实法故，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本性清净，无染浊，无热恼，以克尘烦恼故而受众苦，如是知以于诸众生而起大悲，明本性清净，为说无垢清净光明法故，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如空中鸟迹，众生痴意不能照了，观察于彼起大悲心，明真实智，为其开示涅槃法故，是为实。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如来无上广大清净杯，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言，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间行无疮尤，比喻痛苦或祸害，生于净土，何等为八？饶益众生而不忘报，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已失之，等心众生天下无碍，于诸菩萨视之如佛，所谓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不计比供，不高己力，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常行己过，不诵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思忆梵天所问经，尔时佛告等行菩萨，若菩萨能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亦复能舍一切服饰与诸众生，是名菩萨。念一下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得上品往生极乐世界。那我想这几句话我们就要经常在做，所以各位你今天来受八关斋戒，乃至我们又有布施又有放生，这个叫深信因果啊，用菩提心所做的一切也都会得到菩提果，而不舍这些善根功德。但进一步呢，一定要多读诵大乘经典，像各位这样虽然有一点孤燥啊，读一读心有没有觉得哎呀很有愿力，对不对？嘎拼出来好不好啊，你要把它拉，一直拉啊，就像一个女孩子一辈子在等一个男人，那个是痛苦了，对不对？我们在等一颗佛心显现，找到自己。上次你读大乘经典哦，你很感动，你要一直提升啊，不但自己这样，
你不读大乘经典，你拉不起圆满的菩提心，乃至不了解空性。进一步，你还要说法劝进行者，你不去劝进行者，自己就发不了心啊。所以各位要在这里面劝进行者，也是为了自利。所以那你要去用身口意各种的庄严威仪去劝化更多人，更多人大家就朝一个光明大道、菩提大道。所以大乘经典浩瀚无量无边，各位呢要花更多的时间，动则修福，静则修慧，但是至少我们有个根据，不要道听途说，要依法不依人啊。这个人会变的，人会有喜欢跟不喜欢的，有缘无缘的啊。当然我们碰到有缘的善知识，那是我们的福报。那这个善知识，如果你不能因为他而发起更大的菩提心、悲心、空性，那这个善知识对你也没用啊，个人因缘。但是从经典里面啊，表现出你的人格行为，也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影响力，就是影响他走入真正的大乘佛教。只是说一辈子要圆满所有法门也不太容易，但至少这个方向不变。读书，希望你下辈子如果投胎做人，乃从极乐世界，为什么要读书？为了要成佛利益众生，你都定了，从幼稚园你就定好了啊。所以你要学什么，你要学什么，你不会人家叫你谈恋爱浪费，人家叫你生儿子罗和罗叫障碍，现在还喜欢抱着障碍啊，然后呢找一个障碍来障碍，这样这样还叫做弯亲这柱。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那你有智慧的，你要把一种障碍变成一种成佛的助缘哦，培养他成佛啊。你伤害我侮辱我，哎呀，让我能够修忍辱大悲，对不对？那你就转任何境界。所以这个纸简不简单呢、啊、太简单了，一张纸几毛钱啊，但是真理在里面，那何况是这么多好的经典。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在家报税安心防疫。如需全网国税局报税，请避开申报人潮，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一、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降低现场等待时间，避免人潮聚集。二、请全程佩戴口罩，配合量体温，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保持社交距离。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请在家休息，并采用网络报税。报税不忘防疫，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有一个女居士家财念佛很精进，非常精进啊，家里也有钱，因为开布行很有钱，但是呢她长了痔疮，知道吗？底层长内痔啊，屁股长痔疮啊，然后听说像馒头一样没有办法做，很痛苦。然后他有修行，然后他就问老和尚，老和尚，我假财过两分，我怎么会这样坐立不安呢、啊、长痔疮。老和尚说，很简单，六年前你骂人家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开家开布行，开布店，可以布店。有一天有一个小姐来买布，买了布以后，因为她看外面有一块布很漂亮，她就指定就捡了一大块买回家了。结果隔天她就拿这个布来还，说她不要了。为什么？跟她看的布颜色不一样。她说哪里不一样？她说她回去以后跟外面的布不一样啊。老板娘说，哎，外面的布是因为晒日头晒太阳所以褪色了，你买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原色。他说不要，他一定要外面那个，不然他要退货。啊，一直吵一直吵，他就没办法。结果这个老板娘讲一句话，他说脸的颜色跟屁股的颜色怎么会一样？脸的色跟屁股颜色，一个有晒到太阳，一个没晒到太阳。他就骂他这样。啊，然后旁边的客人说，我得力我得力，不然你屁股脱了给我们看颜色一不一样。就这样，老和尚说就这样，所以你今天长痔疮。然后他说那老和尚怎么办？回去忏悔一天，为这个事情忏悔一天，明天再说嘛，明天再来找我。结果他知道错了，老和尚跟他讲，所以他回去就跪在那边啊，我这句话错了，忏悔。隔天早上睡醒，痔疮不见了，骑脚踏车去跟老和尚谢谢了。各位，很简单，你要是找到忏悔，一下就解决了。所以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点点的事情都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一句话也就可以改变一辈子。在佛陀的时代，那个时候啊，六师外道特别都去影响当地的国王长者信外道。什么叫外道？他就是不是从内心贪嗔痴的进化，慈悲心的培养，他是在心外求法。虽然他们也是修行啊，但是这样要来误导很多人修行，所以佛陀不得不就在各个国家各个国王面前示现神通，这是不得已的方便。示现神通让这些国王有信心，也来降服这些外道。在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大家消除世界的肺炎问题，一个利用佛陀的神通的加持能够降服这些外道，乃至呢让大家有正知正见，让大家真实能够大转法轮，那对所有的众生世界都有帮助。那特别也因为疫情的问题，那么我们也配合政府啊，大家取消大型室内活动，所以各道场很多法会只剩下室外的大家去放生护生，大家去室外点灯，大家去烟供施食啊，这样我们保留。那其他呢我们都取消。那这段时间我也请各道场的法师，大家都用网络直播，这也是必须要做的。因为世界各地有这么多人喜欢修行佛法，那透过网络直播大家一起来共修，然后呢一起来直接受戒，乃至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发菩提心菩萨戒，那这样来共修。甚至我也看到很多人网络直播《地藏经》共修，《药师经》共修，非常随喜，非常随喜。所以各位呢，大家心连心，万人共造善恶因啊，越多人一起来修行佛法受戒，每人皆得善恶果啊。然后呢，每个人都得到更大的福报，成佛之粮，来供养诸佛，来回向众生。